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夏季单元即将于6月28号大幕开启。首次访华的瑞典皇家剧院，首次加入一带一路的意大利都灵国家剧院和老朋友以色列盖谢尔剧院将陆续登台。此次邀请展打头炮的是瑞典皇家剧院的瑞典夏之夜，意大利都灵国家剧院的是这样如果你们以为如此将于7月5号登台，将以油画般的舞台质感讲述一个原汁原味的意大利故事。最后登台的是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的父与子。非凡娱乐实时报道。